阿修吃得一波当当，饶罗吃八下过上网，给你要来你上网，你媳妇吃着吃，给将来卖太要不得，过我就不大，要我中午太小的，我十二时的日子，大姑娘吃完了，我是许多许多感动。无论是给太小的要，当上还找西游，轻松的玩一下午，哎，给他们做，给他找咖啡盆，搿个日呢是算是实习生，搿点飞盆搿来讲那个钞票呢，我找举子肉我做日一个日干。后边的吴老师外国干了那个，还去追出主家他那叫吴老师，给所有大可能上下的吴老师给助理找咖啡盆。哎，日语不得二幺五来一下吴老师给门子间别修了，别老师给生意呢二三十三，第三那个钞票呢去找做好事。上将别老师的古背我，给把这事给舞台呢啊举起去。之前咱俩的日语红街南路东门社区别修了老师了，屋里这个五多米这里有着五十多的本货卖。就市区一卖，我你回去家一点点解决，一坐坐几百，一点点有的。这两年我只路别老师生意走过的日语，别老师你上日语是你，别个给带日啊，谢谢谢。别老师了，把所有的药账可只结果，别老师内销以后一个女的工资要补起到的发的。白哥哥啊，先吃先用，买给你那个小五分的，又只有那三八发的。派娃给派的是多事，给点交易呢，价格才给你。要个小队部啊，娃是多年过时那个越过老路的。给早去把日干呢，又不得了早，又三个那三个发的除非。之前修卡通的要给古龙的车家要求带出个西格的最新，概念是别了是先一路次准备买车票的。一个买车者可以在日本西是屋内最最低的三五月去吧。别了是我的教练是老仓库本母，给被线路的车票预不举起哈，工业是一十年。只要给他家你拿了屋内热闹三本，适应都是要抗那个，给五万五方一起发的给拨给红包，发信能写下给了，越来越富贵给了。非常有爱心，慈善的，这样的人，而且呢，他们对教育事宜非常忠诚，爱在职的时候，他是个爱干敬业的一位教师。那么平时呢，他就非常的那个，关心学生。退休以后呢，他自己省吃，进贡的。来呢，把省出来的钱都要捐献给那贫困的那个学生、困难的群众。我连了四年次，别了四年，每年的农历正月里，我还是日益中外聚口，哈大姑娘称上穷的一句。根据妇育局通知，但是给这一年俩，给有巨细过来一上口，我给麻烦的。他觉得这个钱是人民给他的，他一定要还给人民，所以这次他走掉之后。他也就是说把自己遗体都捐献了，因为他什么都要还回去，这样就是说他这种精神我们就是做后辈的一定要延续下去。别了死了，我来能够直接过连人也能你给这些女杀儿日语日让腿吃鬼举西本梦公主正式开始通了这个连你日干别了死你又找了的日语日红在日外本梦当公主让于忙给女意举西尿来吃鬼难干给别日以欲不举我别了十年把让江湖上别给难过给给所要么子我是让门哈给你我家哈让门吧作为一个老年人啊而且呢他从他的孙子的介绍来看啊他就是说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啊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的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温州这块大地上有越来越多的只有这种奉献精神的人出现。据了讲，别修了老师给舞台里演女在儿，外修宇宙一库大屋内与人过境。给你阿贝五四个 A 一直一路的给个谁家一买。你得带娃要来修娃的，点工个当年我们每日挣了一次，还来修在次准备找该过年，刚得生大姑娘。找该过年挣的每日修在海里那个该错片一等家路上你是上将要不是用古街的我不去带工的王女士给修到修在海里准备等你找过谁乐谷那你给你呢那我个每日在办完我马上来修废品的那我哎当个每日马上还给修废品的那早晚一样王女士又瞎吃我听到嘎还给这办完了样红旗发的一将子的可嘎子那过年还有王女士在我是的大部他那个只和借多的派出所不摸
1月2号下午，2点钟左右，有市民过来向我们求助，说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5000块钱连同废品一起卖掉了。他当时神情十分的慌乱，说话有点语无伦次。根据王女士提交的线索，公安部门要监控多种变样区，还该收废品人员的大概的容貌。我们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大概知道了这位收废品大姐的活动范围，一路沿途寻找。中途我们询问了大量的路人，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们接到本所的电话说，这个钱已经送回来了。这个意外可然是晓得，大姑娘阿姑家没看我，搿对钞票送局的正是黑个收废品的生意给大贼。他10块钱买的，他那个铜匣吧卖了嘞。我就问他，我说你还有别的卖的不？他说的我还有，我说怕一破衣服我也收。他说破衣服你也收，那箱子里都是你的，都是的。啊，你看看能要的你就要，你就去拿去。他说的这个说了这个鞋盒子那个都你都拿去吧。他说的垃圾全清完了，他回去。该生意给他这一块直接过，给多日记这记得废棚得拨打给我，那你真是记住。阿许多在该村里那个，只那个该这把心里要人们被得去。第一点正合人气发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衣裳里头，也不知道他是鞋盒子里头，啊，他说的好嘞，我说的好嘞，那赶紧送给他吧，我说的这回是人家的钱丢了，我说再赶紧送给人家吧，我说人家是打工的，赚钱挺不容易的，我说的，我说这早一我想到明天送给他，我都等不下去，我说别人家着急，我连手又没有洗，我就来托盘过来钱送给他嘞，别人钱不能拿，花的都我搁着腰的花到现在也不输出。西江这次事故已将遭来过举报的王女士断了还是国家关节膝关节。杨红大姐说，外财不发家，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才可以安安心心的花。这句话可以充分说明了杨红大姐淳朴善良的真善良的内心和真挚的感情的流露，这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能量，希望大家能向她学习。自家呢，真接顾客，人家是来了一六年吧。还说要不呢，我俩来了一六年，第一期白相做社区活动，做了用过雨前活动半途村，我与以前的村民呢，以精彩的晚宴节目，还要闭门无闻。白相做社区活动的第三句呢，我俩利用蒙他娘活做的去。所以不呢的两点钟呢，我俩做了的用过雨前活动的半途村，我俩白相那屋头呢，打了多的文化内多嘞。多些到村门呢，我的敌人才来参加。以前呢，辅导要村门镇上准备的节目，还要白相年头的演员带来的表演，先捧眼光和技术的当。这类节目啊，以红火与精彩，我们的观众啊，极有魄力哦。谢谢老李，我们的兄弟。马队长，你听到不啦？你是我们计划里做几个好菜。我们这里演出比较多哦，一般我们开展的那些活动啊，一般都是请那些村里的演员、村里的村民自己上来演出的，他们自编自演。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小品啊，他们都是自己自编自演的，也不是专业的，都是村民嘛。之后正式的节目呢，已经来把谁只要来摇四瓦机，问他娘我呢啊，准备嘛都内幕，只要观众一对，又可以得到一碗三人捧。到西岛社区居民啊，我早已买几十只的红菜。同时呢，以前话去见到西岛的闭门无门，蒙他娘为工作人员负责功能提交将用了这火面的资讯。与就每户室外的工作人员呢，属以前负责功能免费提到货。我来白相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呢，也属以前帮助社区居民个人白相俱乐部。只要12/5加之白相过上网卫生。个人白相俱乐部把可以参加我们特区的各种活动，还有业务活动。但那个白相做社区活动啊，多得种种的有需要稀需要。前五张文化站站前可直接过白相做社区那个舞台啊，还专门提交到西头几十只的之外，负担下给来或许往年累计，还得预算的正常文化项目达到给来奖励。
一般村里啊，些老百姓，女的啊，都是打麻将啊什么的啊。如果现在我们经常去演出啊什么，他们都要去参加我们的排练什么的，很少去打麻将了。上年对吧？我呢，欲就无欲，不为官，是可官。这个不为官呢，当时欲就八年来无一场对门。噶是可官的个今年啊，早就参加的是门蛮多。噶欲接之外，这个不为官呢，等连月对真实可官。欲就无欲，不为官。当时欲就是国货节日八年一场来无对门。给说来无呢是春末人家活用来把吃吃的，明天呢正该要采把沙菜本货。连任了五年，一直被杨登武与旧日王伟不无大误。连任一两年，一直当大个的火过火乱得乱急热，日内导致不爸妈发的这个一直整个年以后故意不无。一个一直呢，二号称这个乐无的演绎只门头许多个。连任一三年年底，通过公开接触的央视，一直任务与旧被追出去的第一个世界王不大误。欲就无欲不为官，还得八年以上的五年免费试用权。不为官呢，真该放猎人。一老呢，既是我呢欲就无欲伙计的类似马路，职业聚焦的伙计聚者，就认得门市总计无欲一家，强制无欲以及无欲参与搭档。噶两老接触的内容呢，是我呢欲就不再是意义的，其实的要问给局势的本身是者。继续呢，做红番的短片之列以外，还要不忘说孟家正在那个往外扩张力捧。过去八个不外国，也就是无与意外之类类之用过啊。八个不外国呢，是多年来的赏誉。温州这个历史上啊，有这么多名人，正好呢，我们市政府呢，这个杨仔成功以后呢，正好招标。我看到这个杨仔也很适合我们练武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提出来申办呢武术博物馆。据了解，欲就无欲举人许多计较，类似一枚整个在部门无作女，四把三交门无正事。为了更好的记住我呢欲就无欲类似，三年内欲就是无欲以外的外语，则比我呢欲就过改欲日去。正在得个王外类似资料，无人举报，五大门上举子正该一帮在我帮，得本次啊八五级，张举在外三八五级，杨仪头皮三八五级，余美几日我呢宇宙地区，七八年来无与王虎虎几颗举人举者。我的现在呢试管呢也是这样，让大家来看，看了以后感觉这个有的漏，免得有的漏了。这个明天有的那个材料不全的，大家可以提意见，我们再及时的修改。是大家来了以后，把温州这个武术这个文史啊，这个搞得齐全一点。这个不外国，我顾得思绪无语的朋友，对着一个主动无人过路念头无语泪流和往事的本地。不外国四口口的自家，咋能买个礼拜三的礼拜日的二半日两点半到四点半带娃开花，需让广大人们早给参观。今天是来八楼，买个来八楼吧。所以我来五百要卫生秋季，噶秋季我得穿过秋季的货色，最扩大个能过过。你来主要架子，我来拔下过山王卫生，毕竟拔下梧桐多用个旧木还用的，又还穿过秋季。噶个盖了一百个鸡棚呢，是我来拔下过山王二座大屋，黑了一个年二高三天左右头条的一家身三天大美富美，来有一万，估计呢是一百个不发的。就这个时间呢，是跟那些老地不开始，一直到菜地不继续。我来把书本的呢，求三门爱用语用。但是搞得陈大哥呢，你袖子把去试一试，用好服药提过折，我就大哥呢，我用的好。给来个来吧，我来就没还用那个秋季鸡棚呢，我是我来拔下二座大屋，年二高三天左右对着个一家身三天大梅，这个跟三天左右得的三十鸟多，给来三天大梅得的是上当做这个，我呢记录大哥呢做积极性。年二高三天左右，算是黑龙江省的松南本女一脉，格类号称是东北李错。左右要泥妈妈的团队，我算是前女友的女三天三天多钟。格类那个是一把一干活的，那次原来老讲过开户，阿娜能学来交个女子。讲过农业科技上有可多的用种的多年技术，给人一头八个头，那个比做盆栽许多好的干头。
人家讲加拿大美，也是学鸡巴地来叫去的。杨格雷是上次去看的女士写的，老年那个永远人往多，为雷住啊闹农家的屋里。格雷话说是必须十五度的湿度我将擦去，农作物事业的最愉快愉差无许多路子。另外，杨地约的事也是容忍那屋里的南国侍女。伊家的所生的头，故此容忍的南国时刻，充足的异国上南高山茶区，你们高雅家晒太大美。经过黑来国山农苦鱼的基础，你们高家的大美，闹农业茶楼，浙江就二里是冷，茶棚这里雨大的盖过露水别种。大美配 H Z 娃娃是楼地菜的楼地饺子家，吉祥物雅家生。福德大南湖带上太阳眼，把要靠鬼屋老女娘西地松农的地地。今日这个上房，白杨姑娘把七级期待预计都吃。你吃给了要个省内的市区人，该栋上边老钞票，你吃个八年账，阿叔早去去大都市去留来找给了女的。上江该省内的市区人，哈，你要把婚姻不满这个不来吧。三女三代啊，许彩礼到来，屋子是连娃永中家的几女士都是一个人照盖。给上次对老屋的门开了我，不要大屋要个女的供了去，对几女士都将吹拉了，得给摆拨起拉去，对我。我的邻居经过看见了，叫起来嘛，楼下很多人都一起都下来了，好下来了嘛，他身上嘛很多血，这个头上啊，这个脖子里面衣服上血很多。好，后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经过医师记住，季女士又是由另外系闹邪门女婿，家里一扎本古小子捆八发的衣裳还起我。记得八江以后，另外公益部门每一亩人力居住契机证书。这个目击者跟我们提供了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衣着的体貌特征，这种情况，根据这个特征，我们进行这个视频的跟踪研判，经过大量的这个工作。这个获取了这个暗访落脚点的这么个范围。严女士提过证的脚，孟江修黑本干的这个市区在给瓦在一年能省来的步了。根据该省来的国的，要上边都该把渔户给多年阿叔，给有修家楼的得次日大让做预目标。呼吁妓女日日都是一个人要，给有让之外在十七级。公益部门对省市们，你必得七级期待给了预计吃城南外户些。特别是阿叔的都是一个人修楼的找个女同伙，最容易任务瓦在一年人的遭遇目标。尽量避免在这个灯光这个灰暗的地方啊，然后这个要及时这个观看这个周围的情况，发现如果有这个可疑人员为首，要及时报警。上江永固东澳街的要在公车的愚公修设立，而去该百德路街七级预计，因为呢，过该七级是那种电脑干玩游戏。哎，如果区里有只两个，我觉得还该去记者一下公园部门的个部了。多年啊，徐在地都来做，用过于公园局养成革命状态，记得有位能省来的北京，我要么能伢得瞧得给个小谁得买奇迹，给还起我三百发的意见。好不容易，公园部门每一周这张预估的意见。当时看到的话，就是当时房间里面比较乱，有那个搏斗的一些痕迹，地上都是还是有血迹的。通过警察队做的解析啊，我们可以知道，因为能省来的困难，能带点人家，小里面还得不怕我，都讲你阿门西要还错的样，根本能是你个得吧？他那里房子还猛讲不了。因为那个现场的话，一楼有一个监控的，所以我们也正好能看到这个嫌疑对象的一个体貌特征，再根据这个体貌特征，结合那个视频，然后就一路追踪到这个嫌疑人。预计呼吸两个角度以后，或者引人生红的修东澳街的要给抹布来海布了。根据公益部门讲言，给生红的呢是也叫交流人去写的。那工作给比九年外路街期间呢是因为断了脑错片。他当时的话就是应该是四处寻找目标吧，然后嘛，他先到那个宿舍一楼、二楼、三楼都看了一下，就可能当时人比较多。而且那边也有监控，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下手，就跑到六楼了以后，看到就是唯一一户就是，出租房是灯亮着，门开着的，所以就是选定这个目标。公益部门对称，你家白江德吧，是门里也得比质疑我娃孤陋得起七级预警。现在已经年关将近嘛，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加强一个，自我的一个安全意识。首先的话，就门窗都要锁好。另外的话，最好不要一个单独人，单独一个人在，
在家，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发生这类似的一个入户抢劫的恶性案件，我觉得有必要不要建议就是一个搏斗反抗，我觉得最好的话他这边案后的话你再报警。上将他用于国江大队找次里要次再过多难的沟通事故能够可以给K出个事子或者打致救国给自动处过啥证案了给娃子给打这些个责任呢。多年，他用于国江大队事故重大在把孟姜记得北疆，过王一大队一脉要接触对孤陋能作家记得北疆以后，孟姜母一个的一级次类。到现场以后，我发现犯罪嫌疑人陶某是一名残疾人，他的右手臂是没有的，所以就是他在那个驾驶小型轿车的过程中，他是用左手一只手进行驾车。上门过程多中啊，孟姜回忆该生的儿女真该能物质就此。那里孟姜又带给生的儿女张爱扶持谁救生测试。测试昔日该生的儿女切过再求过啥别种。而不然孟姜带给打了抑郁的既有秋许测验。会议给省得给需要的给救治能力达得买一把二升一把波萨二克切去再救过啥别种他拉火。根据给省得的国内多年不年年给说要给插柜的可给个朋友主持吧给你要摆成就哈拉的。